我在这边的超市里面发现了一个锅子，有泡菜锅，还有这种海鲜带肉的锅，石手锅，这个里面是带了鱼的，而且好便宜啊。这个放到电磁炉上面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，来一个这个泡菜锅，再来一盒虾饺，啊，这个螃蟹已经切好了，螃蟹也好便宜哦，这个红茶味的豆浆相当好喝呀。再来一个有颜色的沙拉，便当又开始打折了，再来一个打折便当，明天又是不用做饭的一天呢。这是一整块豆腐，有鱼虾，还有肉，这下面还有包面呢，真的是怕你吃不饱的套餐。手动加料，来一个螃蟹，再整个虾饺，这个应该是泡菜味汤，泡菜味的汤，看起来差不多了，我先来尝一口面，这个就看起来还蛮好吃的样子，还不错耶。看一下我的螃蟹腿应该也差不多了，这就是营养又清淡的日料。哇，这个虾饺好好吃哦，外面这个皮是那种黏很黏糯的口感。再来个虾，这个应该是猪肉，我的小螃蟹，哇，太鲜了，面也很像火锅里煮泡面那种感觉。豆腐，来一块鱼肉，玉子烧，哇，太好吃了，这个来一口吗？来一口超爱的红茶豆乳，又是幸福的一餐呢，下期见啦，拜拜。